你要这样，你是这么快啊？你是怎么，你是这么快呀、啊？他把牙吃了。因为他很喜欢吃释迦啊，可不可以呀、啊？可以啊。那个都是爸爸的，是吗？你说爸爸东西麻烦那边是吗？因为那里是爸爸在工作的地方啊。爸爸工作赚点钱，才可以买西瓜给弟弟吃啊，好不好？爸爸没有工作，没有赚点钱，弟弟就没有西瓜可以吃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，弟弟？一点要低了。对呀、啊，妹妹也想要吃啊，妹妹看弟弟吃什么，妹妹就要吃啊。可是妹妹小小又不太会吃啊。妹妹小小是什么都不懂，可是她看弟弟吃什么，她就要吃啊。对呀、啊，弟弟吃饭饭，妹妹也要吃饭饭；弟弟看电视，妹妹也要看电视。所以弟弟要做好的事情给妹妹看，好不好？让妹妹学好的，好不好？不行，乱生气给妹妹看好不好？你乱生气，妹妹也会乱生气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对，弟弟不行，乱生气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，弟弟？弟弟呀、啊，我不生气我。你要生气我了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不乖，一次吃一个就好了，不吃那么多，你这么多味道。可能要，又可能，那个是里长送的啦，爸爸不知道放哪里呀、啊，不知道放那边呐、啊，然后继续这样。